玉玲跟女儿有看不见的朋友。我早上在睡觉，突然怎么就是地震？他起床，他在咬你，爸爸爸爸，新朋友来了，新朋友来了。我想说什么新朋友来了，他就硬把我挖起来，拉了我的手去他的那个游戏的那个小房间。他没有讲新的阿姨啦。